洞庭绮丽，恭迎真佛宗创办人无上法王圣尊莲生活佛，与会大众唱诵莲花童子心咒。顶礼坛城做观想大礼拜，一拜根本传承上师及诸佛嗡阿吽观想顶礼，回天心善应二拜诸菩萨嗡阿吽观想顶礼，回天心善应三拜诸护法金刚嗡阿吽观想顶礼，回天心善应四平等一起手。恭请师尊接受众线上的众弟子问安。师尊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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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师保住四九九九，二弟，新年快乐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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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新年师父好，阿弥陀佛，十七代的请佛祖师九九九，阿弥陀佛，新年快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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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新佛祖是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，师尊新年快乐，师尊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，阿弥陀佛，这些都得请佛祖是九九九，阿弥陀佛，九九九，九九九，大家好。恭请法王圣尊莲生活佛生法王座。
恭请法王圣尊莲生活佛加持主持者及功德主表格。敬献哈达，与会大众虔诚合掌，请释莲泽上师代表与会大众向法王圣尊莲生活佛请法敬献哈达，以表最崇高敬意。